用钱，健康用，康用钱，先生。嘿嘿嘿嘿嘿嘿Good morning， 又是崭新的一天。今天要来跟你们分享育儿好物，就是这个。大家还记得？哎，拍手，开心开心。他知道是他的吗？对对对，大家记得我们之前有让 Cody 在练习要怎么自己吃饭吗？之前有粉丝私讯我们说这一款东西蛮好用的。这一款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儿童的餐具，但它哪里不一样呢？它的餐具非常的小，一个，它很像那种 finger food， 有没有？就非常小。大概只有这样而已，比较适合小朋友拿的餐具的大小，而且它长得又蛮像奶嘴的，好像听说就是因为比较像奶嘴，就让小朋友感觉好像在自己在吃奶嘴一样。对，而且其实宝宝在一开始自己拿餐具的时候，最好是拿越短越好，因为它比较靠近。如果说汤匙太长的话，它会抓不好距离。之前那一只就是可能是有点长度，所以它其实它会挖，但是它也挖得不好，然后它也吃得不好，就想说那就有人推荐了，我们就来用这个试试看。对，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吧。Yeah。欸、就这样，就这样，里面就是一个这个，而且这个形状深得妈妈的心。对，你看，真的很像一个奶嘴，有没有？后面就是一个奶嘴的造型，然后前面就是一个汤匙，还有一个叉子这样子。它后面那个球好像就是方便宝宝抓握，对，他在抓这个的时候，他会比较好握到那个汤匙，就握得会比较扎实一点。而且他很贴心，我看到他有一个东西，借妈妈一下。外出的时候还有个小袋子，里面还有附一个小袋子，所以出门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装起来，它就可以这样装在里面，很方便，你也不用怕脏。好，那我们就拿去消毒一下，待会下一餐就给 Cody 试着拿这个新的餐具让他试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比较好一点。给 Cody 试任何东西的时候，好像几乎都是失败，总会失败的。对，跟我们想象当中的不太一样，因为想说买汤匙回来，他应该吃得蛮顺利，结果殊不知呢，他现在超卡的，他根本不太会用那个汤匙。
然后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蛮长一段时间都给他自己吃饭，所以他用手已经用得非常的顺，对，而且他之前呢也会给他拿那个比较长一点的汤匙，他也会拿那个自己吃，他可能已经有那个认知在了，所以突然间多一个新东西他反而不会用，对，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他以为是玩具，你知道吗？就把它丢来丢去，拿来拿去这样子。好啦，没关系啦，反正 Cody 只要会自己吃饭就 OK 了，对，就是不管是用什么道具都可以。那这个道具对我们来说现在可能有点太迟了，应该一开始就换，因为我们一开始不知道有这个东西，不过还是谢谢你们推荐给我们，那我们之后也会继续试啊，那就看之后 Cody 有没有更适应咯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分享和按赞哦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拜。